原标题，李大钊推荐他入黄埔，因长得帅得到蒋介石的器重，人称飞将军。在民国时期，蒋介石靠黄埔起家，依靠黄埔系学生掌控国民政府，而这些人被人尊称天子门生，比如胡宗南、刘氏、杜聿明、宋希濂等等。不编者今天要介绍这位人物还有几个绰号，比如飞将军、长腿将军、逃跑将军等等。他就是孙元良。1924年初，孙中山先生创办了黄埔军校，在全国各地招生。正在北大读预科的孙元良闻讯后马上报名投考黄埔军校。第一期学员的招考非常严格，必须要有人引荐，孙元良的推荐人便是李大钊。在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后，孙元良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。因长得帅得到蒋介石的器重，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，孙元良作为仪仗队队员，有幸在大门口迎接名誉校长孙中山。在黄埔一期学生中，孙元良文化程度较高，加之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，颇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。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，算是嫡系中的嫡系的，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，战斗甫一打响。由于缺乏警戒，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，转战南中国。飞将军孙元良贪财好色，虽极爱钱财，亦甚好打猎，但极其厌赌。淞沪战役，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，就战场实际状况据陈己见，不主张做无畏牺牲，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，则要固守一两个据点，掩护大军撤退。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。南京保卫战，飞将军本色再现。孙元良到南京后，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庙听戏嫖妓，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。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，不通知部队，独自逃跑，躲入南京外馆。据说后来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，躲入南京青楼之中，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，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，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，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。可叹一指，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。在淮海大战，飞将军全身而退。在徐蚌会战，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全歼，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全歼，还有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三个兵团，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，后来只有孙元良、李弥还有刘汝明、李延年逃出了包围。而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，为防杜聿明变卦，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，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。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，孙元良部孤军突围，10000多人在混乱中被歼，军长、师长大多被击毙，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。可是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，趁乱骗过盘查，只身逃脱，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，在华野发动总攻，杜聿明、邱清泉等人非死即将，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，获准重组16兵团了。对比之下，长腿将军刘氏只能自愧不如。1949年底，孙元良来到台湾，背着战败丧失之责，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，他精神郁闷，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。在2007年5月25日，孙元良在台湾逝世，享年103岁。纵观他的一生，一打仗都能逃跑，所以人称飞将军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